因应台湾将伫咧2025年迈入超高龄社会，国人对长照服务的需求增加真多。为了宣传赖清德推动长照3.0政策，彰化县信赖台湾姊妹会来到彰化市古堡社区照顾关怀据点，甲时代做伙做运动、甲共餐，并且甲时代开讲，了解因真实的需求。彰化县信赖台湾姊妹会今仔日前往彰化市古堡社区照顾关怀据点，关心长辈健康，并且甲长辈做伙做运动、甲共餐。因应台湾在2025年迈入超高龄社会，国人对长照服务的需要愈来愈大。为了宣传赖清德推动长照3.0的政策，彰化县信赖台湾姊妹会今仔日是到彰化古堡社区照顾关怀据点，甲长辈做伙做运动甲共餐。彰化县信赖台湾姊妹会总会长表示，副总统赖清德最近提出透过长照3.0建立老年幸福社会政见。赖清德未来当选总统，将让每一个受照顾者拢会当得到上好照顾。你今年几岁啊？哦，我就是97的。97的哦。哦。啊，你逐天来这有做什么代志？我未晓讲话，听人讲。你安尼一礼拜来几天？5天。来5天。讲来哦，来个讲了哦，啊来遮有大家陪伴你哦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有伴啊，大家做伴啊哦，遮真有伴，真有伴哦，来做啥活动？伊做好命，五囝嘞，五囝哦，五囝嘞，无够侪啦，阮阿嬷生10个呢，你安尼，再继续，我今天会想要来这边。我们现在台湾姐妹在我们赖副总统的一个带领之下呢，他有一个健康长照3.0，然后对社区关怀据点他非常的重视。那我在想说，我们信赖姐妹是不是就近，然后我们在每一个社区我们会遍地开花。今天是我们的首场，我们就带姐妹，然后带一些礼物啊、水果啊来跟长辈一起共餐同乐，然后真的是达到我们刚那个扛棒里头有写的，我们关爱我们的小宝贝。然后我们是要热火到人类，这是我们彰化现在姐妹会我们要做的，而且我们会在彰化遍地开花。我们姐妹会有2500多个会员，然后我们会就近，比如说埔心啊，因为我们彰化目前有340个关怀据点，其实我们姐妹可以做很多的事情。彰化县高龄人口愈来愈多，65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15%。这些长辈当中，大约有12%是失能，需要互照顾的。好佳哉有长照机构，志工朋友长期以来对长辈照顾，好社区内老大人拢会当伫遮快乐过生活，建立乐龄幸福的社会。新中华新闻，北面林中华采访报道。